来看一下这题哦，麻烦把它刷起来，积分，可不可以？我一再强调哈，我们不管是微分和积分，都是根据谁？根据次，针对次数而言。所以说，麻烦你先把它画紧，好不好？根号是几次？根号是二分之一次，在分母加什么号？负号。所以说可以写 x 负到二分之一次。来，开始把它积分，怎么积分？首先来一次，先把次数加一次几？二分之一，这样行不行？再把二分倒过来是几？二，行。积完毕之后 ，x 从一到几之间？九之间。换句话说，把 x 用几代？九代。去减掉 x 用几代？一代。这题数字比较可爱，老师直接算好不好 ？x 用九代，九的二分之一次就是九开根号码，九开根号三，二乘三六，减掉 x 用一代，一的任何次方都是几？一。二乘一二，所以六减二，答案算出来是几？四 ，OK。